我是63年来的塞罕坝，当时来的时候是一片荒凉，哎呀，满目都是沙子，没人那时候啊，光秃秃的一片山，在阴坡上有白桦树。冬天最低温度可以达到43度，零下43度啊！冬天是白毛风，夏天是这个白沙子。你说那叫什么天气？这个沙子往北京刮，简直这个像从屋顶里往院子里扬沙子一样。当时我们全体将士上下都抱定一定要成功的决心，如果再不成功的话，我们就没法交差了。人们都崇拜英雄，崇拜成功的英雄，我的观点相反，失败的英雄也值得尊重。早上失败原因呢改正了，以后我再做的事我不走这个弯路，更可贵。我是塞罕坝人，我也为塞罕坝的成就感到惊奇吧，感到惊奇。现在我回头一看，我的一生所做的事，我们所经过的事情，我都感到挺惊讶的。我有4次生命危险的这地方。他们就家里人呢，没有一个同意的，甭说家里人，就连亲戚朋友都认为我是什么呢，就到那去受罪去，谁没有一个同意的，都感到不可理解。我当时也不是说很心甘情愿的来这儿，为什么就打开投入这片林子以后，改造日记之后，改造日记啊，一边是改造机器，一边改造我的思想，我的思想也改造了，挺好。原来我不是小机器造林的专业学生啊，我就是因为参加了这片林子的造林活动，我才进入了林业的真正的门槛。当时这片林子是用苏联进口的半自动投苗植树机造的，也就是因为在参加了这片造林，我发现这个机器的有些缺点，它不适应。你看这地形高低起伏不平的，它不适应这种地形。当时我就萌生了改造这个机器的想法。要看那个儿，好像是我这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不知道。感受特别的深，有什么感觉呢？当初我的意识把手啊，那可以攥着50棵的树苗，这的树苗啊，50棵没问题啊，这都我们亲手栽的。现在树长那么大了，哦，我现在知道我已经80了。我说真不简单呢，我这几十年呢，树都长那么高了，那我才知道我老了。中国过去有句话叫“10年树木，100年树人”呢。我这也是百年树人了。哎，任老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那个英雄林场的彭志杰，欢迎你又回到林场啊。哎，今天您看到这林子又有什么感想啊？哎呀，我可感想太深了。哎呀，我这回头一看，我有20年没来了。哎，长那么高，那么大了，而且在这林子里头转的多了，有些地方。到现在为止，如果是让我们去造去，也不一定能造活。哪想到我们造，说在这个工厂，在这个调林场工作，我都没想到出那么大的成绩。那当时的人不会想的，那一心为国家，一心为这个事业付出，然后能想象国家号召来这块地方，
能坚持下来，那已经是非常。那如果就是考虑个人的话，那估计当时就散了，都走了。是啊，那要是为了名，为了利益，为了个人利益，早走了。早走了，早散了，是吧？天南海北的，能坚持。结果能都坚持下来，坚持下来才有今天了。你听过今天咱俩这说话，我挺欣慰，挺放心。哎呀，真是啊。哎呦，我一看哪招着活，哪有事儿，我这就惦着咱们这片林。嗯，我没大的志向了。第一大任务就是护林防火嘛。哎，这是刚过节，刚过防火期，心里刚放松一下。也就是说，从年初到六月份这段时间，对于这个防火这块儿，这心里就是时时刻刻在这个揪着呀，就怕去年刚接手这个工作，那真是睡不好觉。是，好，我这挺放心的。你像这树。这都是四五十年了，这当时都是你们来栽的，是吧？这亲手栽的。我们来的时候，这都没有，这山上都没有树。对，这肯定的。看过那些老照片，是吧？塞罕坝的成功不是一个人、两个人都能成的，是大伙群策群力啊，那共同努力的结果，把一生都献给塞罕坝了。所以回想塞罕坝的成就，我特别想念他们。第一代造林人，现在健在的已经不多了，都。这是人的必然，谁也逃脱这个什么，80岁高龄的人了，那是不是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事儿？那是。这毫无疑问，自然的力量是更强的。人只能和自然和谐共生。塞罕坝是做了一件修复自然、修复环境的那么一件事，修复人类生存环境的那么一件事。不，你拿的，我给你弄上花，这样不挺好吗？我们老伴儿啊，年轻时是胃肠里一枝花。挺俊的，那叫一见钟情嘛，是吧？被他的同伴，被他的亲，被我的亲戚朋友们，被他的亲戚朋友们都认为是看不起的人的一件事。你看在这儿待着好好的，跑到那地方去，花干了。昨天回来浇了吗？浇了。这个事儿啊，也挺，也中国不有一叫缘分吗？咱也纳闷儿。我说从天津跑到坝上去，他又从围场跑到坝上去，我们到那儿结的婚。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，我就是个工程师，我跟我们老伴儿没有山盟海誓、花前月下，我们过了一辈子。这也是挺好的事，这也是爱不？我是拼了命的工作这一辈子，没有爱，不可能。艺术，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的一种精神创造。塞罕坝不单是艺术，是挺好的艺术。塞罕坝的成功，就是人力和自然界和谐的一个和谐的产物。这叫艺术。一幅画挂在墙上了，挺好啊，大伙儿都看哈。我这1000平方公里土地。这个面积上我都做成绿色的花了，谁能做得出来？塞罕坝是一幅大画卷，是好画卷，好艺术画卷，这是个艺术。